今天呢，我们就选择来一个原生态未开花的瀑布，而且这个在山沟沟里面，在峡谷里面，路都不好走。我们要顺着这个羊肠小道一直往前面走，大概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。哇，这个路太难走了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走了这么远的路值得。这个瀑布很壮观，它这个瀑布的水呢是从那个溶洞里面流出来的。